Hello，各位安安，我是叶。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我要来跟大家介绍韩服在11月14号星期四所更新的一个全新内容。那这全新内容呢，主要是商城出了这两个解码器。那这两个解码器的价钱呢，一个是8800韩币。那8800韩币等于台币的231元，那它可以有一个、5个、10个这样买。那5个的话呢是1126台币，那10个的话呢就是2200台币这样子，对。那这个有组合包三十个，30个的话呢，就是6254台币这样子，大约啦，大约对。那这个那另外一个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的话就是卖39台币，那10个的话就是卖381台币，那30个的话呢就是1124台币。那50个的话呢，就是1776台币这样子，对。那这个的100个的话呢，就是台币3158台币这样子，对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商城有新出了这个3个灾厄道具箱子，那这3个灾厄道具箱子的内容物呢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对，那这3个内容物，这个是灾厄之章上集的缓住箱3天，那用27000的 point 来买，游戏币来买。那它的这箱子的内容呢，有上级体力强化，还有上级火力强化，还有上级防弹衣，还有上级的弹夹带跟上级的战斗靴。那这个的话呢，8500韩币的是灾厄之章下集的缓住箱3天，8500 point，然后有下集的火力跟下集的体力，还有下集的防弹衣跟下集的弹药，还有下集的战斗靴。那剩下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灾厄之章战斗缓住箱3天，1万700 point。然后3天，对，那这个内容物呢有高级研究资金、跟资金回收装置、跟等级提升增幅计，对，就是等级，就是蓝色的那一瓶这样子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就是勋章那边有新增了2个，主要是躲猫猫模式用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扮演猎人200次，然后要4人以上。然后这个是扮演物品500次，一样是4人以上，荣誉称号10点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官方有出了3张新地图，2张 Studio，然后1张生化模式 Z。那这生化模式力呢？等下我再给各位看一下哪一些有变化。那这张生化模式力呢，就是恶魔岛改出来的一张新地图。对，那在二那另外2张地图呢，就是 Studio 在二这张 T。那这个有2张新地图，一张是教学模式用，另外一张是游玩用。对，那等一下一样，最后给各位看一下，或者是另外出一部影片给各位看好了，因为这2张地图还蛮长的。接下来就是 Studio 有新增了2只怪物，那这2只怪物呢，一样会在那个这2部影片会跟各位说明。对，那这边就不多说这样子。接下来就是灾厄之章的箱子获得的时间，
就是那个箱子，就是每天打斋的时候会有那个箱子，这个箱子，对，那它不是有分上中下那个挑战箱子吗？它的经验值，那终极的经验值，它从750改成600，那这个是个人哦，那然后高级的箱子是1000改成800经验，这个也是个人这样。那剩下的话呢，好像没有啊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你玩斋的时候啊，在活动期间内，你玩斋的时候啊，在普通难度以上，简单一不行哦，要简单二也不行，要在普通难度以上，它会出现一个黄金的僵尸。那黄金的僵尸出现之，它出现之前呢，那个你的游戏荧幕会出现一个黄金僵尸出现的那个提示，它会提示你黄金僵尸出现了。然后你击杀黄金僵尸之后呢，它会给你对应的奖励。那对应的奖励呢，就是你击杀一只黄金僵尸就会获得圣骑士10天加六的10天，然后两只血性释放。加六十天，台服的话，血性释放应该会改成其他武器啊，对，不可能给你血性释放。那接下来就是圣骑士 AK47，然后这是三只，第五只呢，血性释放，第七只就是血性释放永久，第五只是血性释放永久，第七只是死亡骑士 M4A1 永久，第九只呢就是圣骑士。AK47 永久，12只就是血性释放永久，15只就是死亡骑士 M4A1 永久，20只就是圣骑士 AK47 永久，25只就是血性释放永久，30只就是死亡骑士 M4A1 永久。对，那台服主要会改的武器就是血性释放，还有死亡骑士跟圣骑士这三把武器。对，那会改成什么样子呢？我就不多说了。对，那每一天呢？只能击杀三只僵尸，黄金僵尸，对，然后每一个奖励账号只能获得一次，然后黄金僵尸必须要在普通难度游玩3分钟以上才会出现，这样子。那击杀黄金僵尸的战利品呢？它会开启，因为我没有击杀到嘛，那它会有一个箱子掉落物，它可以开启随机部件2到5一个。或者是加2张服装一个，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永久啊，总之就是一个，然后部件 T2 一个，然后部件 T3 一个，然后部件 T2 到 T3 一个，然后随机部件 T2 到 T5，然后加2张服装一个，然后随机部件一个，总之就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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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除了那个奖励加六的10天以外，其他都是一个一个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，对。那僵尸模式呢，有改变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僵尸的呼吸，还有僵尸的回血，应该说哦，僵尸的治疗啊，回血，对，治疗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改成怎么样子。我们来找一张。这张地图好了，看它回血改成什么样子。我觉得你是僵尸，你一定是僵尸。你有回血吗？好像只有回一次。
好像跟之前一样没有变，或者是这个地图的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僵尸英雄 BOT 好了，这样比较准一些。诶，我们来开这一张。他这边修复这边就是有一条就是僵尸模式改进僵尸声音，就是呼吸跟治疗。可是为什么跟之前一样没有变？你是僵尸对不对？不是。对啊，跟之前一样没有变啊！你骗我，你公告。对啊，没有变，你骗我你。那其他的修复呢？就是那个破坏者，就是破坏者打墙的时候啊，他不是不会爆炸吗？他这个东西修好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这一把武器。打那个恐惧之间的库拉肯可以击退的这个 bug 也修好了。那至于直升机有没有修好呢？我们另外一部影片见。那我们就先来观看这张地图修改成怎么样子好了。这张地图是恶魔岛修改的，我们就用观战者模式来看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好像这边跟之前一样没有变，然后这边跟之前也是一样没有变。那我们先看地下水道好了，这边的话跟之前一样没有变。反正这一张冷门图嘛，肯定不会有人玩的。你官方改也是改心酸的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大家都爱玩意大利巷战跟仓库火拼，还有堕什么什么什么堕落什么二的，忘记了，就这三张嘛。我只能这样说，要不然。这好像看过，哇，破图了。这边可以洗澡吗？哟，那这个是地下水道，这边一样有老鼠。这边好像有这个管子吗？我记得这边好像没有管子啊。然后这边一样有老鼠，三只。好像就这样子了吧？不要跟我说就多那个水管。好吧，看来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退吧。
那今天的介绍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那至于黄金僵尸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下一步再见。对，那各位，拜拜。